来过来，皮皮。这里这里，花花。哎呀，呀又拿来了那么多快递，好家伙！来，在这儿吧。这么多快递，我还是了不起呀。皮皮，给我。哎呀。我这也放这。哇。我的玩具。哇，那么沉，还是石头来的。是谁买的？这旧了吗？反推。这个应该是娜娜买的。哦。捣蒜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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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捣蒜用的。小小，你干啥给买的？嗯，还是这个是，可能是枕头。看得像枕头。可能不是枕头。哇，这么高级。啥？帽子戴维布。帽子。下手好穿的很，这个帽子还很特别的，你看，来，小杨，小哈，你看吧，耳朵还在动呢，哎呦嘿嘿嘿嘿嘿嘿，小杨，哟，噔，真好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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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呀，真不错，你看，小耳朵竖起来了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收起来了，是妈妈买的，对，谢谢妈妈了，给你买的，谢谢妈妈。这是我的小套，啊，谢谢妈妈，我的小套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好，真好，抓可以抓雪吗？那个，嗯，啊，看我好看吗？慢些的，这个是咋的？舒服吧？舒服还不孬嘞，那这个钱不要也还挺舒服的嘞，还挺舒服的，不孬。你回来洗会买的。这样的，很时尚，这样的，这里面有毛的，这里面带毛。爸爸的电线，哇，爸爸，真棒！真棒，好的，谢谢闺女。谢谢爸爸。谢谢我的大闺女。谢谢爸爸。哎呀，可喜欢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也舒服，这个。行。看，这个穿的也舒服。宝宝，我是鞋子。是脚。嗯，稍微有点皮脚。这个稍微有点。皮脚还是得穿四四的。嗯，这个稍微有点小。四三还是不行。嗯。还得承认那个。嗯。有点小。不行，就给承认也行。这是啥人啊？这个是我买的那个给车上用的那个冬天的那种坐垫儿。哦，车上坐垫。对，因为坐到车上屁股可能有点凉，因为咱的那个座位不是加热的，它会有点凉，所以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坐垫儿，放到车上去。